마요. 一天又结束了，当人们赶路回家时，我的一天才开始。你别看这家店小，老板手艺超赞的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，你做的东西要是不好吃的话，啊，这种鬼时间营业，这个店还能混得下去啊？ 营业时间是凌晨12点到早上7点，大家称这是深夜食堂。欢迎光临。行了，我从小就想当一拳击手，拳击让我觉得很有力量。你在唱歌的时候想什么了？那你做菜的时候会想什么？做菜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事情。 一个愿望清单，你可以陪我一起完成它吗？达不了，但骂不了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乐乐要是能回到她真正的妈妈那里，可能会更好。那你想要看到什么？一个无依无靠、孤苦伶仃的女人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期限。 只是长短不一样，可无论长短，生命都应该被珍惜，人都要勇敢的活着。他长什么样子？亲爱的，我想教你做道菜。嗯，小时候的味道。 下次也带上我吧，去那家深夜才会开的店。我去见他，能改变什么？那你天天骑着红墙吵什么意思？不像你那样什么都不需要想，什么都不用负责任。你起来！能给我回来！每个人的活法不一样，只要你开心，一切都值得。